当当了当，金拱门啊，姐妹们，我好像头一回录视频吃麦当劳，我也好几年没吃了。我来了，姐妹们，俺们县城里唯一一家的麦当劳，好像点少了。麦香鱼。嗯，上面还嗷嗷凉，香芋派，酸甜酱，我头回吃这个，太甜。有一个叫长方形的，叫板烧鸡腿堡，这个我也是头一回吃，啥也没吃过。这个好吃了，分量好少啊，这个叫什么麦辣鸡，不知道。这款是辣的，它的炸鸡是辣的。别说，还挺辣。
这个感觉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。刚才那个好像是炸鸡块，这个好像是炸鸡排，我都忘了我上回吃麦当劳是几年前了。这个不辣，漏网之鱼。